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ora 谢宇之，我在《来勾引我男友吧》饰演的是小牙。她应该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女生，然后没有人告诉她说她应该走的道路是哪里，所以她走了一条她自己觉得这样是对的道路。小牙是一个非常善于勾引人的，所以她有一些撇步跟一些招数。当初要执行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前一天在家里这样各种纠结。前置时期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同理小牙这个女孩子，理解她的心之后，发现她其实是某一个部分是很孤独的，与其呈现得很妩媚，更像是很倔强的一个人，呈现出来的心机有点像是她的一个保护壳。之前有跟 CPR 的那个安妮有吻过，真实的人的话，这一部是第一次，所以其实当下非常害羞。那时候我们收到的指令是说，导演喊卡的时候，镜头可能还要移动，叫我们先不要立刻分开，再等他喊第二次卡的时候，我们再分开。殊不知他的那个第一次卡完之后，久到想说，还要继续吗？导演就说：“哎，你们是亲上瘾的，是不是？”是坚决被弄了，是故意的，是故意的。我是小牙的话，我就会对着你说：“我不是因为你没有钱不喜欢你，我就是因为不够喜欢你才会嫌你没钱啊。” Web TV。